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。昨天在这河这里放了两个地笼，我们今天过来收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收获。啊，地笼就在那边了，我们现在要从这里走过去，这个路不怎么好走啊，你下去。现在把绳子拉起来。哇，昨晚上幸亏我插在这里，不然被别人发现了就完了。看一下有没有收获，哇，拉不动啊。卡住在哪里了？终于把它拉起来了，回来看一下，还没看到货。哇！哇！有一条大货，一条鲤鱼。现在先把它收在桶里面去了。好，现在解开它，把它倒出来，看一下。这条这么大，这条，哇，这条穿进来，你看这里都伤了。它可能穿到里面去，卡到哪个地方了？伤得很，这边都出血了。第一笼可能有三四斤吧，三斤应该有了。看一下第二笼还有没有收获。第二笼在那边。啊，水已经装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去那边收第二笼。啊，第二笼在那里，我们现在去把它拿上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笼有没有惊喜。这水有点深哦，这水目前还没看到。啊，看到了，有一些小鱼。哇，这笼有大惊喜，这笼一条鲶鱼，这条鲶鱼可能进来吃这只小鱼的，它的小鱼被它吃光了。我们现在过去把它解开吧。啊，这笼有一条鲶鱼进来，它是进来吃小鱼的，还有都是一些小鱼呢，一些罗非这些，罗非中了一条。哇，这小鱼很多啊，都是这些红色的鱼，叫什么来？红肚眼还是什么？好，现在把它倒在桶里面去。今天收获不错哦，应该有五六斤吧。啊，让大家看一下鱼货。哇，鲤鱼，这是小鱼。这条是来偷吃的，这条有五六斤了，今天好回去了。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再见，拜拜。